好，再加讲一个哈，这个更常会用到，尤其在远距的时候。好，各位，这个都是 Windows 内建的哈，这个内建的，所以一样在搜寻这边找一个闹钟跟时钟哈。那所以一样把它盯选到工具列哈，可以，它一样可以盯选到工具列。那盯完之后呢，你要用的时候直接点一下，它就是一个计时器。所以你在远距跟小朋友在，比如说，现在请你做什么作业，给你三分钟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工具给叫出来，然后在这里呢，你就可以去设定啊，我要几分钟，我现在一分钟就好，然后就直接 play， 它就开始计时，那学生就可以看到时间，然后时钟时间到它也会叫，所以就可以控制你在跟小朋友远距的时候控制那个时间啊，各位可以试一下哈。那这个都是 Windows 本身就有的哈，闹钟跟时钟，你直接用搜寻的，然后打闹钟，它就会出现哈，把它盯选到工具列，这样就比较方便在上远距课的时候控制互动的时间。